小姐，你做了琥珀核桃呀？是啊，你以前不是嫌这个麻烦吗？哎，这汤先别上，用小火煨着，等老爷坐下之后你撤火，然后你看那钟上的长针走了两圈，你再端上来，味道最好。知道了，夫人。小姐，你对老爷真是用心啊。老爷回来了。老爷，你今天回来的倒早，这菜还没上齐呢。啊，不用了，有什么吃什么吧。那。你就先吃点琥珀核桃，这是专为你做的。我看你这两天又添了几根白头发。是吗？我都没有注意到。老爷，吴家东院周莹求见。哎哎，你先喝碗汤。夫人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老爷刚坐下午撤的火，长针转了两圈我才端起。就搁这儿吧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也许一个月，也许半年，也许。你走了，机器织布局怎么办？我不在的时候，机器织布局会办的工作就暂时由我二叔吴卫武担任。对了，我还想顺便再去看看上海机器织布局。我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郑先生很熟，如果你需要，随时可以去找他。太好了，谢谢赵大人。老爷，这菜都凉了，我赶紧给你热。嫂子，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没什么，他出去一趟，跟我告假。啊，哎，来尝尝，这琥珀桃仁，刚才你一个都没吃呢。吃不下。啊，这么多菜都是为你做的。自己吃吧。